Spark 手势录像功能。站在飞行器前方两米以内，单手侧举约45度，做出录像手势，识别成功后，前臂灯将红灯慢闪开始倒计时3秒，红灯快闪表示即将开始，前臂灯熄灭表示录像中。此时可通过 App 框选目标进行跟随拍摄，前臂灯绿灯闪烁。在飞行器前方2米以内，再次单手侧举约45度，前臂灯红灯常亮，表示录像停止。感谢您的观看。